哎，大猩猩看起来好像是认真的，怎么办啊？你看，啊，这样不好吗？对啊，嘉玲，你的担心什么啊？不是啊，他看起来就想要趁齐家宝住在工地的时候趁虚而入啊。如果他今天求婚成功的话，齐家宝最后才知道，一定会很生气啊。 如芳，请你等一下。其实我……你怎么了？今天 party 结束之后，我就要上山去教萍乡中学。很好啊，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你。我也正好想要告诉你。 我差不多该回美国去工作了。那等会儿呢，就当做是我们的告别派对吧。想和你从天文聊到大温馨，在一起牵着手走过的风景，这一生最幸运、最聪明的事情。 就是能够爱上你，想和你搭飞机四处去旅行，在一起并着肩散步到黎明，躲在孤寂，不再犹豫。请你千万不要忘记，我们永远都是。 一家人。嗯。Party。走吧。那我喝酒的话，你要扛我回去哦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青春向前冲》。